等一下，我看到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超级扯的画面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看到吗？我瞄到一点点，但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。超级扯的画面，不确定。我的天哪！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已经被拉起来了。我跟你们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讲。所有等待都是值得的。究竟邀请到的是什么样的嘉宾，让小鬼黄鸿升有如此大反应？即将播出的最新一期综艺玩很大，邀请到这个组合，让参与录制该集节目的艺人朋友既惊讶又兴奋。干嘛啦？太屌了！天哪！我天！哇！真的假的？Oh my god！ 原来是亚洲第一超级天团五月天，难得出演综艺节目的五位成员，宣传即将在5月24日上映的电影《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》，参与这次综艺玩很大的特别企划，担任主考官一起玩游戏。真的？怎么会？哇塞！哇塞！我今天高到什么？ Oh my god！ 我天哪！大家好，我们是五月天。为什么是男主角他们？等一下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团体那么冷漠，我们是五月天，真人真的来到现场，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，对不对？太扯了，好的，厉害的地方，哎，准备一下，为什么选择啊？哈？为什么选择他？马沙哥幽默风趣，幽默风趣，嗯、哦 ，OK， 他现在是听不到，听到吗？听不到，听不到哦！哎，味道，哎，没有，我看嘴巴的，我看嘴巴的。这么厉害、啊，哇塞，这么厉害、啊，是说这个吗？哇，这么会读唇啊，真的哦。两个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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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妹，姐妹，剑白，我是你哥哥，我是一个你哥哥，我是一个人，我是你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不能比哦，不能比哦。还不能比哦！你一哥哥，哥哥，哈哈哈哈哈！有角度啊，哇，小角度，有创意，厉害！你们的歌，我们的歌，对，我知道是我们的歌，白痴他都知道啊，对啊，月球，怪兽，太空人，大头症，太空人，太大。空头人，对，对耶，马莎，你好厉害哦，对耶，月球，厉害的，对对对，月球专家，齐慧莎 ，yes， 你选哪一位？阿信，好啊，是吗？好，哎，好，特别喜欢他，对，因为他我也很爱讲黄色笑话，什么叫野？黄色装脏东西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怎么样？好，时间暂停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有什么问题？我如果猜不出来，他会不会打我？会，会，他快要打你了。阿信，不会。超夯天团与超夯节目的世纪大合作，究竟还有哪些精彩内容？敬请锁定综艺玩很大完整节目播出啦！完全了，王建堂报道。